李俊毅，好球，漂亮！第一时间传中路的杰英头球，球进了，球进了！江苏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一粒进球。在下半场比赛反击当中，还是依靠犀利的反击，江苏队以1-0暂时领先了。我们看这一次刘建业留守转攻之后打向右路的这一脚球给到了英地奇的身前，这个空当找得太好了。而在中路接应的这一下，这才是杀手。吴野呢已经奋力地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但无奈啊，这个球顶的确实角度太刁了，没有办法呀。哇，冒着对方直接